柯医师，你来这应该拍球，唔烧球拍。你超多少几点么彗星撞地球？多谢你啊。啊，你来这拍球出气，心情加较好无？去消未？你若知道我伫咧生气，这样明显哦。那只头都地当个停头看起来哦，差不多瑞士规模三级，袂讲介大啦。啊，厝嘛无互你拍倒，应该袂算足明显。够地当，你归去叫我金刚芭比好啊啦。哎、欸，不是金刚芭比，是金刚佩佩。哈哈哈。歹势，我甲你叫佩佩，啊你敢若无啥礼貌？我是听当随便，当安尼甲你叫，我唔才对你叫。无紧啊。我较是朋友也是亲人，啊，搁阮爸，拢叫我佩佩。你安尼叫我，我嘛较惯习。啊，你来这拍球出气，敢是因为恁爸？唉，较早阮爸就甲我教，做人爱公正，袂当做无正经的代志。也毋过，伊即个为着伊的李当叔打破规定，做人哪会当安尼啊？讲一套做一套，真正我就失望了。我想，董事长也是有伊压力，才会叫你接受关说。你是学法律的，你嘛知影法律的代志哦，不外乎人情。规矩是死，啊，不过咱人是活的。你会当先配合董事长，把伊人情做到有够以后，搁再来用下监督当地行政品质。安尼。你就当保护恁爸的地位，还佫亲情，也算是一个良君亲民好办法的。哎、欸，你甲阮爸讲的拢同款呢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哪会讲改就改？既然会当改，谁都当初要定这个规矩嘞？佩佩，啊你无去做律师或者是检察官吼，真正是足无彩。咱社会就是需要你这款知影是非对错的人才。好佳哉哦，你是来咱便宜做管理，安尼真正是阮的幸运。因为有你安尼主管哦，无怪咱会当受到大家肯定。多谢你的鼓励。可能哦，我真正太死脑筋啊。若是无阮爸，我无可能在病院做助理；若是无伊，我根本无这个机会。无怪我爱配合官署。我拄则真正无应该对伊爸这么大声。阿哥啊！你当用你的认真甲拍拼，消除大家对你的怀疑啊！就算讲迄个包掉工程的营造单位哦，是靠关系行后面而来，我相信在你的监督之下，环境嘛有真好的表现。你应该哦，先放下你的偏见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敢若无理由阁反对啊！多谢你的安慰。较早因为阮爸的关系，根本无人会当接近我。我除了学校、社团、厝内底的人，根本就无知心朋友，甚至是谈恋爱。我鼓起勇气去告白，搁有迄个学长拒绝了。哎、欸，谁敢甲你拒绝的？我敢讲哦，你迄个学长绝对后悔一世人。啊，若是我和像像你安尼美女告白哦，我绝对欢喜到规个路边滚啊啦！哦，这你咪高公生笑，上好是安尼啊！你是在生
三年以外的女孩子呢？不是啦，我万一我若接受你，我惊。你咧惊啥？我拢无咧惊。那也无讲话，那安尼我就当作你是默认啊。你就干嘛对吧？那么你当作我倒追你好了。无啦。那有你倒追我的道理啦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你的条件上好，咱两个才想这样啦。无试看卖，哪会知影咱袂适合？你无介意我？唔是啦，唔是我唔介意你，我是要发卡给你。发卡？给我，秘书讲，佩佩心情不好，来打鼻笑。我是要甲解释清楚利害关系。你误会啊啦，我讲的卡是林家碧的折价卡。上好是啦。那呢，我爱你请我林嘉宾。那有啥问题？明天收收嘞，咱行。嗯，好。